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王玉敏、李桂敏、江慧珍、吴玉仁、陈碧涵等23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模式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，在全球蔚为风潮，近年来社会企业在台湾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，但在现行法令下却遇到种种限制，导致社会企业难以稳定成长。远见请行政院劳委会、经济部及财政部组成跨部会之社会企业发展小组，参酌英美等先进国家立法例，研拟台湾社会企业之公司法制，开放法人投资社会企业，协调金融机构优先予以融资，并研议对社会企业减收租税之可行性，以促进我国社会企业蓬勃发展。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王玉敏、李桂敏、江慧珍、吴玉仁。